趣史历史课送给大家哦。说天道地论古今，卖词也需要创新。春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。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。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。我杀敌斩将已无数，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问三英哪几位？关羽、张飞和刘备。三人称兄又道弟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。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讲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震谷。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认真孝义黑三郎。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。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。心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。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围唱。入云龙，勾三圣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。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。母夜叉宋二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。青面兽是杨震，断断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鲁智深，带着列子开大奔。炎炎罗人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。小旋风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危险。这个屌丝真给劲，青龙白虎身上焰。毒火心是孔亮，爱是大葱战大将。爱小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。胡天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将魏定国，为了金钱眼全裸。跳涧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。九尾龟陶宗旺，身宽体阔非常棒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都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。只要大家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哈喽，昨天很受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上铁锹去拉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跪下叫我哈大人。只要再敢欺负他，他就把谁带回家。谁在公屏榜上刷，我们助谁把财富。